上一集故事发展，武力魔法小精灵为了捍卫学生在学习上的权益，不惜与熊爸爸校长发生了冲突。而在同一时间，小 V 也在笨蛋淘汰炉内备受优等生的挑战。水火大作战！九牛一毛，武力魔法齐心合力，封锁熊爸爸的四肢。我们负责左右手。牛头交给我，左脚由我来。放开我！钻牛角尖！要和我比蛮力，不自量力。Hello， 我是彤彤，大家的好朋友。哈哈哈！谁在欺负我的彤彤啊？谁？老龙王。我是受人爱戴、举世无双的老龙王，是来拜访我的好朋友小 V 的。大家要加油，不要让小 V 有喘气的机会。彩蝶飞啊！小 V 脱胎换骨啦！啊！压力王射！压力王射！压力王射！挡着他，挡着他！嘿，让我来！哼，棕熊撞！嘿，哼，烟个炮！烟个炮！恒星鞭！嘿，烟个炮！嘿，嘿，嘿，狮子吼！霸凌弹！嘿！小 V，等等！如果你赢了，大家都会消失的。啊，大家都会消失？对，熊爸爸校长说，如果闯关失败，你就会被退学。但你赢了，消失的反而是我们。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救救我们啊，小 V！ 我们不要被淘汰。小 V。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不想消失。面对同学们苦苦的哀求，小 V 该如何做出艰难的抉择呢？而外头面对强横的熊爸爸，老龙王的出现能不能让局势扭转乾坤呢？不要错过下期大结局喽！